主要就是改善土壤的环境嘛，我们是主要是想去帮农户提高他们的效益，帮他们增产。 我们一共申请了四项国家的实用新型专利，还有两项软件著作权。因为我们最开始发现这个菌基有各种好的效果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。作为一名大学生，能够把自己专业的所学应用到实际当中，我也是非常开心的。这件事意义也是非常重大。